一些问题，在第三四局也是败下阵来，最后是输掉了那一场比赛。高球来了，这是观众们最喜欢看到的第三板，继续放第四板，已经反了，好球！哇，许昕五比二领先，迎上来，拉住，双方进入到相持对抗，二比六，龚胜涵的发球，勾手，这球给到了一个直线，呜，手上感觉太好，这球可惜了，三比六。挂住，稳，这球不着急再来，又进入到许昕的节奏了，反拉，这球兜一板，第一局许昕拿到局底，这球上手太，连续的进攻，龚胜涵扛了一把，形成对拉，这球拉住，哇，全是自己手上的失误啊。都是一扫扫过去的，还是这个手感太好了。一旋转，龚胜涵发力的抢冲，第三板又来放高球，第四板反手拧起来，这球质量还是比较，同样是吃发球了，其实你可以看整个一第三局比赛开始，龚胜涵发球，
许昕也是喊了一声，这球感觉有些不可思议，感觉没自己没到。还是漂亮，这球龚诗涵摆高了，许昕侧身的一板进攻。3-5，又是许昕的一板倒地的反拉，许昕的侧身真的太好了。好球，防高球又来了，这是许昕的领域，龚诗涵打住，最后这一球也是龚诗涵的一个高球失误。